来七月初三到初五要举办大学指考，将要比较各种会考甲统测，前定爱挂嘴安，啊，这考场会开冷气，但是门窗爱拍开，而且无开放予家长来备考。也毋过引发着学生的反弹，家长嘛希望会当放宽规定。七月天是火烧宝，四季热干那火炉。会记得去年大考的时阵，考生要考试拢毋免挂嘴安。但是今年大考中心想要学生参像各种会考同款，先挂嘴安才来考，而且同款要维持冷气甲拍开，但是窗门原来爱开开开。只是各种会考是伫五月，大学指考是伫七月，差两个月，温度实在差真济。考生把口罩摘下，整个嘴巴都是汗水，这个监考老师看的也非常的不舍。我们希望口罩还是照戴着，的冷气下教室比照往年不用。不用开窗户。在防疫大逃亡了后，真侪学校拢无咧强制学生就要挂嘴安。不过家长团体认为尊重防疫的规定，但是希望大考中心会当开放家长来备考。对这件代志，大考中心的态度是：那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。大考中心发言人规早起手机啊拢无开，啊那挂嘴安的规定，按算后礼拜才要对外说明。咱往提醒大家，大考中心伫初十已经透过手机啊通知考生就要注意的事项。若是通知的甲你报名资料无同，爱会记哩哦。15号进前就要赶紧提出证件。